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来到四旬记第五个主日。感谢主日的福音来自约望福音。这段福音当中的内容的人物包括经师、法利赛人、凡奸淫的妇人。当然还有耶稣的教导啦，给我们好好灵感，非常适合我们去反省同埋呢默想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福音嘅内容呢係大家都会好熟悉。耶稣上咗橄榄山，清晨佢又嚟到圣殿。原本耶稣上咗下开始教训百姓，因为群众呢嚟到想听耶稣嘅讲道。嗰陣时呢，经师同埋法利赛人带嚟咗一个女人受到诱惑，跟住呢做错事，犯奸淫的罪。好不好彩啦，当他犯紧罪的时候，被一班经师同埋法利赛人发现，于是呢他们就捉住他，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跟住呢他们问耶稣怎样处理这件事呢？好不好按照从摩西的法律用石头砸死这个妇人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经师和法利赛人呢，表面上他们好像是想执行法律，其实呢是要试探耶稣，恐告耶稣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呢首先要记得，天主是特别眷顾被人欺压、被人边缘化弱势的社群。同时呢，天主不喜欢自以为是、骄傲自大的人。而经师和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呢有学问，熟悉摩西的法律，但是呢是天主十诫之下，他们很自负，他们没有学习谦卑待人，反而呢自己的知识和法律呢去恐告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要知道，天主的法律是想帮助我们去爱主爱人，是不是呀？天主的法律应该是想帮助我们去过圣善的生活，而不是用天主的十诫或者诫命去羞辱或者伤害人。但是呢，这些经师和法利赛人呢，就是呢提小穷人又欺负弱势的社群。就是比如今次的事件，他们呢只是捉住那个犯奸淫的妇人来问罪，没有捉住那个男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的环境是非常羞辱那个妇人的，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羞辱性的。当时那个女人呢觉得自己很丑，好无面㗎喎。我諗呢，佢一定呢唔想俾人呢认出佢係边个啦。相信佢会揼低头，唔敢望人喎。当时呢佢听见喺呢班人呢对耶稣咁讲㗎喎。法律上每次命令我哋应该用石头掟死咁样嘅女人喎。你有咩意见啊？嗰、那个女人呢听咗之后一定好驚㗎。因为如果耶稣话啊要遵守摩西嘅法律，呢班人呢即刻就会咩呀，用石头掟死嘅。啲石头一定会呢打穿佢嘅头啦，打上佢嘅身啦，打断佢嘅颈啦，打断佢嘅手啦同埋脚啦，令佢呢死得好惨喎。不过呢耶稣冇出声喎。喺呢班人呢想逼耶稣讲嘢，就不定咁追问。等咗一瞬间之后呢，耶稣终于出声啦。耶稣话咩呀？你中间边个无罪，就先向佢钉石头啦。諗唔到喎，耶稣讲完之后呢，竟然冇一个人向佢钉石头喎。原来呢班人呢冇人出声喎，从老人家到后生仔，竟然一个跟住一个，全部都咩呀走晒啦。
嗰、那个时候咧，嗰、那个女人咧先至明白，啊，原来咧耶稣对佢好好、啊，用咁样嘅方法咧教佢、啊。跟住咧，佢听见耶稣咁样问妇人：佢哋边度啊？冇人定你嘅罪咩？女人咧就答：主，冇人啊。不过呢、这个女人咧仍然咧有担心嘅，唔知道耶稣会唔会闹佢呢？但系咧耶稣并冇闹佢，只系咧好慈祥咁望住佢，对佢话：我亦都唔定你嘅罪，翻去啦。从而今日开始唔好再犯罪啦。嗰、那个女人咧就好开心啊，咁离去咗，佢觉得好平安，因为耶稣宽恕咗佢啦，令佢可以重新做人啦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耶稣知道啦，天主嘅法律咧重点系咩啊？要人行善，而犯罪嘅罪人必须要咧改过嘅。耶稣只系咧恨罪恶，佢唔鍾意人犯罪嘅，但系咧唔会放弃嗰个罪人啦。所以咧，记得耶稣喺路加福音讲过，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喺天上所有嘅欢乐，甚于对那99个无需要悔改嘅义人。不过经师同埋法利赛人咧就唔接受耶稣嘅福音。佢自以为咧系义人，不定控告、攻击同埋咧加害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要记住，圣经话魔鬼系恐告者，喺马四录12:10就系话，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前恐告我们。大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大家注意呢一点。我哋呢千祈唔好讲是非，千祈唔好喺祈祷里面同天主话边个做得唔好，叫天主惩罚佢哋。喺祈祷里面，我哋可以为犯过失嘅大兄弟姊妹求恩宠，去向天主嘅正路，而唔喺去向天主投诉。大家千祈唔好学魔鬼去恶意控告其他人。我哋咧要用天父嘅慈悲目光去抵待近人。好啦，各位弟兄姊妹咧，大家同分享咧，圣经里面咧有两个地方。天主用佢嘅手指写嘅，睇一个咧系出谷记嘅画面，大家都好熟悉系嘛？喺天主西奈山上边俾每失十诫嘅石板。第二节咧，今日嘅福音啦，约望福音啦，喺呢段福音记载咩啊？当法利赛人咧不断愤怒咁要求审判嘅时候，耶稣弯下腰开始用手指。在地上写字，这两个记载是我们讲明天主和天主的本性的。天主将法律呢刻石板上，不可抹灭的。但是呢另一方面，大家留意一下，将我们的罪恶呢以一种很容易查取方式的写地上的，是吗？你想想，天主仲系准备好赦免我哋嘅罪过，并忘记佢。其实咧，耶稣嘅目的系希望引导佢哋由指责控告人哋嘅目光转向检视自己。耶稣喺地上画指，由学者认为咧，耶稣可能系写出唔同嘅罪恶，无论系唔系咁，耶稣系俾时间。佢哋去谂下自己有冇犯罪呢，去睇下自己嘅行为啦，观察自己嘅内心啦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教会呢喺呢个死传记里面呢不定提醒我哋悔改啦，去检视自己，而唔系叫我哋去抵人
有冇缺失，去指责人哋嘅错误。我希望咧，大家唔会否认我哋自己本身都有足够嘅罪恶，所以咧，我哋要去咩啊？省责，去悔改，去办个解，去改过。我哋要去祈祷，求圣神带领，唔好再陷入诱惑同埋罪恶。我希望咧，大家唔好骄傲，唔好以为喺死信记里边咧。又做善功，又受斋，又参与所有嘅网上嘅拜苦路，就对自己好满意，就去睇笑冇做到嘅教友。相反，我哋首先要反思同埋明白，人咧软弱嘅，要承认自己，亦都有人咧软弱啦，认清自己嘅罪过同埋去改过啦，求天主嘅怜悯。而不是指责人家的罪过，指指点点去叫其他人改过啦。好啦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还记得耶稣同群众仍然在圣殿里面，根据约望福音，跟住耶稣向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绝不是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好啦，这一点呢，我同大家分享呢，是耶稣基督相信人类呢本身是微善的，即使受创伤经常犯罪，但是呢我们呢仍然呢有能力作出改变的。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下耶稣这个信念呢？好反映这日子事件里面，不过呢法利赛人的眼中，在这个犯加尼任的罪的妇人已经罪没有希望了，不会有改过机会了，他应该要受惩罚的。但是耶稣的眼中，他一个迷惑的人需要一个指引，如果他可以得到被指引的机会的话，就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。是耶稣真心相信我们能够悔改更新，开展新的生活。所以呢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冇准备点做呢？让我哋呢藉着今日嘅福音感受下一下天父同埋耶稣嘅爱，并且呢接受佢嘅慈悲，亦都呢让我哋呢好努力实行耶稣嘅吩咐，对人呢好啲啦。耶稣话，你应当慈悲，就好似你父咁慈悲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系耶稣进入圣殿，慈悲将天主的微善、仁慈同埋真光进入这个圣殿。大家要记得，我们是圣神的宫殿，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成翻死信记里面继续跟随耶稣的教导，爱主爱人，热心祈祷，净化自己的心灵，准备好自己的心心灵来迎接逾越节来临。天主祝福大家，天主保佑。